个树南社区阿公阿妈热情的表演，替抗疫七个海鲜节营销的记者会来解播。今年因应着防疫活动，延到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十六号的期间来办理。除了是玩乐活动之外，佮增加刺激、建筑佮写生的比赛等等，内容相当的丰富。在盐山，我们会有这个农特展的市集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整合了这个健走哦，跟商圈这边来合作。那也有一个健走的活动哦。那当天呢，其实哦，我们除了有蒙蛤蟆之外，还有这个健走写生跟我们的这个市集的活动哦，所以内容还是很丰富哦。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在十月二号、三号来到我们的七股海鲜节。考虑到疫情关系，今年热门的七宝宴取消，同款正行的观光赤水园望蛤蟆的活动，嘛采取线顶实名制报名，一开放报名不到十五分钟就满额。市长吴伟提表示，未来疫情境界若是持续放松，会考虑搁再举办。最热门、最夯的望蛤蟆兼水口、望蛤蟆兼水口的部分，因为因应潮汐的影响以及天候的影响，我们就举办这个十月二号、三号两天哦，往年是有四天的哈，但是我们将来如果防疫因应防疫的这个规定，如果再放松的话，我们希望明年度或者是适当的时机，我们也可以再举办这种望蛤蟆兼水口的活动。观光局表示，无报名到望蛤蟆嘛不要紧，欢迎全国好朋友来七股踅市集，在海产顺山探访乌面腊八，嘛提醒民众要配合防疫的规定，注意自身的安全跟健康。南台新闻王维德新雅采访报道。